清世宗雍正皇帝御选语录卷十四，御秩序正纪选课僧肇等禅师语录，长夏几侠玉泉览历代古德之所激扬，而录其真切为人者，乃华藏浩瀚，目不暇给。成功中与禅纳备，具能辨别资勉目利者，不得其人，莫可使分任繁越。成正总览者，无四乃就妙喜所及正法演藏，幻计所刻指月录。二书采取若干则公案，以示后学。夫正法演藏指月录，二书行海内数百年矣。西竹四七，震旦二三，佛佛祖祖，无意未语，至今普遍言菩提戒。彼荒山古刹，渺渺禅期，智力蒲团，修修世子，皆得展卷而见，提倡而闻，妙喜幻计之功勋，故谓不可磨灭。但其皆未具透观眼，所以拈提自先失利，则粉中之雪，梅里之墨，其能简便得当，执黄金而取瓦砾，宝于木而砌摩尼，定所不免。是以正法演藏指月录之外，其上有原书正体，临见真光，开示指归，必亦末世者，未经正悟，无可如何。在二书之中，则可以自信，选择亦无所疑矣。明眼人自能辨取，至中所采言句，非如妙喜幻计所选，纸上语句艰辛，机锋敏捷，不论与本分心地有无交涉也，皆专以提持向上，不但时人之所推上，流俗之所盛传，而实非旨要，未弃真宗者，盖至不露。及古来大善之事，地乡拈世之公案，少或不依本分，任其口头华丽，即不与选焉。夫此不了言句，历代明眼善之事，非不知其为非第一义地，或以祖父所遗，只得传为家珍，或因诸方检点，恐起争端，不无回护，不但不肯明以指斥，且气短取长，复何念题？将方寸之物，耸令高于层楼，亦不过无奈，聊作门前之让，岂实为祖印在兹也？初积后学，未能人人具身之慧也，则不无误人。在朕今日无挂无碍，亦秉绝王政令，处置古今，有何忌讳而不为直节指明？后世真正发心参学之人，如堕网之欲出，若慕期而求解者，岂可不令解年去复之尽尽，必少留余地耶？如覆大事，如大珠海。
如丹霞天然，如凌云晴，如德山见，如兴化奖，如长庆门，如风穴掌，如汾阳招，如端狮子，如大会港，如红绝饭，如高峰庙，皆宗门中历代推位提持后学之宗将，奈其机缘是矣，无亦可入选者，了举数端，以见其旨。如复大事业业报佛年，朝朝还共起，起坐正相随，与莫同居止，即能为万象主，不逐四时雕之具。长庆上堂曰：壮者道半交坚果，一生参学士毕，僧问心话，四方八面来时如何？话曰打中间的。如此语句，皆是指时的各招招零零耳，即复大事所云，空手把猪头，步行骑水牛，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，一指道的脱凡情执着见耳，只如步行骑水牛，教古得道是道骑牛之句，虽若仿佛，而相去天渊。如普化云：明头来，明头打，暗头来，暗头打，四方八面来，旋风打，虚空来，廉价打，此语虽一杯就尽，教心化打中间语，息。